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六场国战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六场国战的话，由圆弧、行华、文红蓝天下、蒋安坊、ZDK 二八五和 Doctor Logic 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边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第一局的话，先看一局蜀国啊，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那么第一局，我们这边的话是糜夫人跟小胖啊，当然这不是亲妈，不是亲妈了啊，论辈分也是个妈啊，也是个妈。那么二号位装上装备啊，三号位那边的话浪开万剑炸出了屁股啊，然后又炸出了农民啊，鼠辈竟敢上我，嘿嘿，拿屁股刚你丫的哦，裤裆套路杀一下三血不卖的啊，那这样的话反正可以有啊，可以这么开盲。这个长红脸长须大将士，那么这样的话整个就是魏国抱团了啊，魏国抱团了，弟兄们我们的鸡回来了。那么贾玉在这边开一个大乱舞，坐山观虎斗啊，那么这个还是比较浪的啊，比较浪的。那边的话打打杀杀真没意思，这刚也刚的什么鬼啊，这刚的不对啊，他这刚烈的目的是啥呢？没看懂啊！火光来一发，再来决斗，要你三进死，漂亮！三个屯田在那边还是有点虚的啊，那边再来砍一下司马弃逃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杀一下我们啊，飞鼠偏位啊，但是飞鼠偏位你不出来控场吗？一可秀气英拔，闺中女子一可秀气英拔。那我们知己知彼哦，看到了队友啊。那么注意，这里看了队友之后啊，给了他一个永诀啊。我们这里应该就是自己永诀没什么用了，应该是让队友去主打输出了啊，主打输出了。那么最后这里应该来说七号位偏位啊，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酿将啊，酿将应该来说还能有点输出啊。好，那么这边的话霸业未腾如未腾啊，远交进攻再来一次啊，再来一次，给他一个永诀希望，但是永诀整体发挥也不大啊，现在还没到这一局的亮点所在啊，取乃驱虎吞狼之计，哎，刚烈也没有，统统算我的啊，打打杀杀真没意思啊！那边七号位龟缩没有动啊，我们的话被乐了就没有办法了，杀一刀，哎，这一刀为什么不能永诀啊？应该可以吧？使用的杀结算就是一项的结算为第一张牌啊。哦，哎呀，刚才他这里。没办法，没办法哦，这里要第一张牌，所以他刚才装了锦衣啊，装了锦衣。敬你之手。平时这个永诀看的不多啊，看的不多啊，所以刚才他先装了锦衣啊，那个杀拿不回去啊，拿不回去。那边的话，还是比身。那么这种局面的话，应该来说啊，权位啊都没什么希望了。但是这个大招啊，这个大南门一开啊，带走我们，让队友弃牌还是比较伤的。但是血线上还是有优势啊，血线上有优势。七号位吃一桃，猛货的话带走甲鱼啊，杀一刀，永诀拿回去啊，永诀拿回去，圣手战羊加一拿过来。哦，那么这里注意啊，到了最关键的一个点了。最后这边藏了一个徐晃，嘿嘿，这里藏了一个徐晃之后什么情况？这徐晃一藏，那么他冰凉，那么注意这里本来应该来说要克死门货的，但是呢，毕竟单挑神将嘛，毕竟单挑神将，但是这里有什么？有永诀啊，嘿嘿，我们这个杀玄环往复利用不虚了，不虚了。那么这里最后这个小技能永诀啊，非常好了，非常好了啊！杀一刀再拿回去，不需啊，徐晃估计要哭了，我这冰条没什么用了，没什么用了。但是我觉得刚才啊，记不得刚才啊，这边三位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死了不谈啊，这两个还在场上的时候，他是冰凉了我们一下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拿血线喷我们。可能也是考虑血线喷我们，他自己也一血了，最后这边可能有队友啊、有别人的话也是把他搞死啊，也是把他搞死，也没有太大问题啊。这一局就是看这个小永诀立功克局长啊，感觉还是很赞的，很赞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局，第二局的话这里是一个群雄，群雄的话我们选了独菜加吕布啊，独菜加吕布，这里选将的话，可以吧，毕竟
进独菜，你到了前期，有的时候会别人控血啊，控你得不偿失，成本稍微有点高，所以别人可能也不想控。到了后期，有的时候依靠独菜就可以轻松进蓝条嘛，是吧？一二位都没有动，三号位那边啊，无中生有，弃人王弃杀，四号位那边弃杀，五号位的话，哦哟，黄盖啊 ，fuck gay， 攻击 ，fuck me， 哦，这里决斗啊，再来一发啊，在所不辞，请鞭吃我吧，攻击。那么、这里的话 fuck gay 就是各种浪逼吧，浪逼吧，浪就浪吧，我们不管他啊，浪完我们直接出杀了，请鞭吃我吧，在所不辞，决斗啊，打死拉倒啊，打死拉倒，这个东吴四害就是要打出血性啊，血性是吧，我不搞你，你必搞我，你啊，好，那么这里的话无中生有开一个啊，赤桃弃牌了啊，那么他终究还是保留了三喜啊，保留了三喜，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摸牌弃牌可以有，没什么太大问题，麻袋砍脚趾，今夜天象知天下大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，哎呦，这本来大蜀的，而且是带走了月英这种强将啊，贝哥可以当计。哦，那边过河拆桥，哦，飞鼠啊，飞鼠啊，这里是盟友了，那还好。拆了他了，他又离线了，又回来了，技术性离线啊，技术性离线，又离线了。那那边的话，直接九杀带走了，直接九杀带走了。当然，他杀无偏鼠一点啊，失血过多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，前席来一发呗，你这个前席我们也不需要，有悲歌啊，有悲歌，国拆桥万箭齐发啊，万箭我们直接出闪了啊，哦，刚才刚才是三号位结束的读条没看清啊，射手专用火攻请休息吧，那么这里又有吴国了啊，有吴国了，好，那我们先低调啊，先低调，现在的话当然这个局面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，闪电前袭，那么这里啊老朱关心啊，要当心马代的有个前袭的那个判定啊，这个是别到时候乌龙了啊，你的牌太多了，哦，两乌两鼠，那么这个局面对我们而言中间呗，中立啊，中立，随他们去啊，两脉入侵炸一锅，我们直接出杀了啊，他们的恩怨他们解，你累了，七号位迟早要跪的，迟早要跪的，决斗九骚一个以逸待劳吃个桃，但是也不一定想数啊，有数的话非扎熟没技能，观今夜天下知天下大事，能进能退，乃真正法器啊！短甘宁啊，短甘宁，甘宁也不知道藏了个主上什么。哦，克己啊！那刚才那一次啊，我们应该来说没看错，那最后是有毒条的啊，有毒条。那么那边杀一下七号位，过河拆桥，拆一下秦陵宫，乐你一发。这时候嘿嘿，没什么用了。全军偷鸡，最后一搏啊，送个人头给我们呗。谁能挡我？谁能挡我？哎，得个家，得个家。洗牌喽，那么现在啊，这样的话就非常好的进入了啊，这个我们观望五鼠四壁啊，稍微控一控，当然女盟这里啊屯牌哦，死了就好，死了就好，本来想说他那边在屯牌，应该来说我们要暂且控一控他，大乔那边的话这个时候跟他暂且先形成盟友，最后二 v 二呗，先二 v 二，最后的话再带走进入三人局啊，进入三人局很简单。那么现在啊，这里马岱还是有克我们的，有个寒冰雨要蛋疼，吾乃长山赵子龙也。何知取长息？心转愁吃桃啊，吃桃。知天意，逆天。现在我们手短啊，砍不了人啊。
万箭齐发啊！挡不进，带要带走蜀国的啊，要带走蜀国的。当然，我们不希望蜀国全部啊都被压下去啊。这里我觉得，你把小胖困到一起，不是那么的好，不是那么的好。好，那这个老朱家放权啊，他可以保空城，那我们就直接啊，简单的杀大乔，让他流离，就耗到手牌呗。反正诸葛空城在那边也不虚啊，也不虚。当然，这要搁到捐赠里面，大乔应该来说肯定是死了。空城他没法流离啊，是吧？当然就是国债啊，国债，杀一刀。那么这里的话没法了，诸葛亮看他空城了。哦呦，我的天，这刚才真没必要吧？这你肯定吃两刀，然后铁锁锁上全无啊，是吧？你自己回血呗。这个没必要啊！一血你一点都不想赢吗？这个就有点太那啥了吧？知天意，逆天难。这个刚才有回血的机会不回啊？五分能，五分能，这里又不能杀。知天下大事，国债桥在南门放一波可以哟啊！搜索连环，请休息吧。休息就休息吧。知天意，逆天难。逆天难啊！终于知道回血了，我还以为他不想赢呢。这个不可能的事啊！国差桥呗，顺手占羊啊！那我们回个血。现在整体而言，我们状态是最好的。这里桃园又不回血。我爸爸是刘备。桃园一开，手里有杀，不应该直接那个吗？这想什么呢？这小胖啊！逆天难。逆天难。九杀，他们，他这里也不流离啊。老朱啊，老朱在打什么呀？这就托管了，那人家把你就稳稳的空城嘛，稳稳的空城啊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这里其实，这里我觉得其实可以杀一下孙本啊，可以杀一下孙本，你就拿普通杀杀他。然后他流离给老朱，老朱如果能死，那后面再来南门加杀补刀不就行了？这里打的有问题啊，打的有问题，最后啊，那么这里也不过一样啊，南门再去杀一样，跟刚才一样啊。老朱这里整体打的稍微有点烂啊，最后啊，不应该这么打。命还忧，何知取长息？心转愁。这局独苗后面。接着看这局吧，吴国啊，那么吴国的话，我们就选了一个大梨子家女王，可以的，大科技之后来一波大天意，一扫二，一扫二，秦宁宫挂旗，弃兵娘那边锁锁连环，哼，知己知彼，哼哼，过河拆桥来一发呀，极致国公，南蛮入侵，哼，挨个出杀呀，挨个出杀啊。那么再来一个桃园，哼，哎，这个娇喘不息啊！大家听着一个女人在场上，南蛮重啊，嗜血过多了，这就是直接气流啊，酒都不喝啊，酒都不喝，就等着月英那个什么鸡安肝啊，歌安啊，歌安啊，那边五五分灯。五号位那边顺手转羊，再顺手转羊啊！这想干嘛呢？这想干嘛？呵呵，这肯定要撕逼了啊！只想吃个桃子，哪有那么多有桃啊？呵呵，当然啊，他有可能偏熟啊，这控场控人，三血也没卖。百步穿杨，百步穿杨，中。四号位装装备啊，来见面分一半啊！万箭齐发，挨个出闪吧，大师。果然是蜀国啊，打打杀杀真没意思。哦，那这又是啊，老朱家小胖啊，这个稳空城的节奏啊，稳空城的节奏。那么现在蜀国这个还是挺有优势啊，挺有优势。岳云这个输出应该来说绝对很强的，这马超还真输出。那我们希望他是大僵尸啊，如果副将是个僵尸就非常漂亮。哎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还不够，不然大师亮出来绝对嘲讽刀分分钟被带走啊。这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里、啊、马老板一波攻击起来，然后手残点取消了，应该啊，
那我们不管啊，你取笑啊。知天下大对其他势力是有利的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寻人偷鸡，这里啊很近啊，三天两日一看，脱哦！你可识得此阵？哎呀，没信仰啊，没信仰，一刀凉血，识破了。那边还有个桃，是桃，顺手赚羊。哦呦，月英子刚才啊，哟呵，还留了桃啊。谁都不去，准备反击。这里大嘴有希望啊，全都去死吧！我们救了一下僵尸啊，救了一下僵尸。他这个没信仰，我们肯定要救的啊。马腾这是最后，哎，最后这里有粮草花，他也不放了啊。有粮草花他都不放了，他应该是虚周泰啊，虚周泰。那么结果呢？周泰这信仰不足啊，信仰不足。但是徐晃应该来说也快跪了啊，那这个时候注意啊，残局啊，残局，但是 K 脸啊，这个就尴尬了。本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来说天音亮出来应该是偷鸡成功的，结果人家就虚 K 脸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没办法啊，没办法。当然顺手转羊，哦，那边想杀月英啊，短其粮，贼可欺你，拿这两个兵粮就送我们助攻了啊。这两个兵娘绝对送我们助攻的啊！那么一骚啊，死拿一张啊，拿一张再来一骚啊！这里应该你应该是用小点吧，大点不留着下一门啊！决斗再来一发啊！这一笔重铸啊！这个最后的一骚啊比较简单了啊！马腾确实本来应该来说啊，如果不是那个守残。嗯，机会还是比较大的，就看，僵尸那边的话，嗯，不管了，反正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胜败一瞬间啊，胜败一瞬间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一局啊，这一局的话是一个大魏啊，魏国，那我们这边是选了点草哦，劈点组合啊，骑手来的猝不及防的雷击，雷公助我，还好他自己有桃啊。过河拆桥，这应该是，哦呦，此计上不到我。但是一号位有可能是我们队友啊，二号位看盲狙，可能偏群雄。那边三号位知己必看人，火攻，这二三位都有可能偏群雄啊，都有可能偏群雄。看我的厉害，接招吧！你的牌太多了，让你浪。要么是，要么是位，要么是全啊，就这么简单。结果浪吧，浪就浪吧，队友太浪哈。那边借刀杀人，刚才这没有知己之笔啊！以我之真气和天地之造化，这肯定是飞拳的啊，肯定是飞拳的。队友浪死，再来飞拳，雷公助我啊！但是这里没黑判了啊，没黑判，奈我何？这里再看男男的话，应该来说飞鼠，不是飞鼠啊。飞无啊，飞无，但是他砍教主去利用教主的雷击，应该来说不太像群啊，不太像群。八号位弃牌，决斗不要了啊！哦，娘鼠在场，三号位被乐啊，三号位被乐，想想被乐中了啊，他怎么不敢乐你？天下大事，远交近攻，九杀。杀完就离线，这也是溜的不行啊！我要吃菜了。那么那个是群雄，所以刚才他去打的人的话没有错啊，没有错。好，那么下家的话挂上了闪电，但是他刚才我们判定他是飞群的啊，飞群的，但是这里他又挂了闪电。先点回来吧，点回来啊。那么龙货没。啊，闪电还是被拆了，接招吧！你的牌太多了，接招吧！接招吧！还有桃子啊，你的牌太多了。那么整场的话，鼠辈竟敢上！哎呦，郭德纲啊，郭德纲，那他这个闪电也是玩到身上溜啊，他就是想让教主去 PB 鼠啊，应该是啊，借刀杀人，心机啊，心机。那么队友在这里心机，我们再龟缩一把吧。现在场上的话肯定继续打鼠啊，继续打鼠。国家没有距离，那另外算啊，锁锁连环过河拆桥啊，打一波。但这里我觉得锁锁连环他应该带上国家吧啊。
看我的厉害。接招吧，门户。夫君，身体要紧。哎，都可以啊。香香这个续航能力在那边有点蛋疼。为我所控，送死你去。那我们现在依然低调啊，不要，我们是一个大卫挂了藤甲啊，小卫啊挂了一个藤甲，不想卖血啊。大爆腾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挂藤甲，那现在的话挂藤甲问题倒不大啊。算我的啊，那边直接送队友，送死我去啊。这个南蛮送得非常漂亮啊，雷公助我，但是助不了啊。那这个局面我们直接出来搜残局就行了，搜残局就行了。那么全属应该来说，万万没想到一个挂藤甲的是一个大魏国，大魏国。那么最后这一波，九杀教主你还能怎样，别死了。诸葛这个南蛮应该来说不该放的，坑队友啊，坑队友，坑队友，坑盟友啊。我们这藏了一架啊，也没人来打。好，这是魏国。那我们再看两局吴国啊，两局吴国都是伺机而动的局啊，这后两局也是差不多伺机而动吧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局吴国，那我们选了一个周瑜配小乔，嘿嘿，猪年对合，啪啪啪给人看。你奈我何？一号位刚才是直接把八号位给炸了出来啊，炸了出来啊，不管了，顺手沾羊炸的啊。然后我就凭你，就凭你，男儿一放，大丈夫何惧节操？挨个出杀吧，挨个出杀。那么丈八一挂啊，排群雄，排群雄的话偏位降一点啊，场上有位有权，他去排群雄。那么以逸待劳刷一波弃牌，朱雀挂旗啊，我们这小吴啊，兵如此，胜乃可全。无中生有，再来，引招进攻。只有这种程度吗？何惧小节？大丈夫何惧节操？这里可以啊，一血卖一牌，反正有逃回血嘛。前尘往事，莫再提起。好，飞哥出来了。前尘往事，莫再提起。所谓锁年环，这年奴挂旗，突突突了，突突突了。大丈夫何惧节操？再来。过河拆桥，拆毒菜啊，拆毒菜。但是他没有行伤啊，所以这里比较尴尬。一手闪啊，一手闪。那边起手，这是场上有改判的啊。前尘往事，莫再提起。肥位啊，肥位，这里刚才比较偏位的，然后肥位华佗，方能养生，方能养生。天下大事为我所控，天下大事为我所控啊！然后决斗，打无懈，打无懈，再无懈，出来混哦！大臂奋勇杀敌，一雪夷陵之耻。这个藤甲还可以啊，这样教主的话，囤一张，囤一张也还行。但是啊，整体注意啊，司马这个位置不错哈、啊。他们想利用教主去批人的话，司马后。哦、不对啊，不对啊，说错了，说反了，应该是教主后排啊，教主后排啊，教主在司马后改判，所以这里的话乱击还是有很大的希望。那我们这里一血赶紧亮了天香，这里敢批我们啊，我们就让他嘿嘿嘿嘿嘿嘿。但是甲鱼怎么刚才是乱击吧？哦，乱击的是黑的啊，帷幕了啊。可惜了啊，可惜了、嗯、你的牌太多了啊，又要控哈二哥啊，蜀国还以为是魏国，绝杀话说应该救不回来了啊。这红眼长须大将士正好双头被二爷带走了，这红眼长须大将士你二爷爷啊，你二爷爷。那就这样啦，我们就低调啊，吃个桃布啊，吃个桃布。那边甲鱼的话开不开让步啊，终于开了啊，替我挡着，替我挡着，带走毒菜，然后让人断肠啊，让人断肠。这个应该说谈得漂亮，一波大招替吴国打工啊，替吴国打工。这种残局出来之后，你的牌太多了，吃个桃，
杀一下二爷啊！当然，二爷家甘夫人啊，他哎呀，尽管放马过 过来，没有弹啊，稍微差一点。那么还好，说明立刻赶紧回血，顺手转羊，那直接杀一刀呗。万箭的话可以放啊，可以放。徐胜毕竟四血，现在你要主要看这个万箭打下去，贾谊要掉一些，关羽要掉一些啊。李典他不敢卖了，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功。拖吗？没拖啊，那直接旋旋拿牌啊。哎，他应该是拖行啊，拖行啊，摸牌阶段啊。不对啊，还是拖行啊。好，这边再杀一刀啊，那我万箭还是立功了。是那名叫麦城。好，那么李典的话应该来说，吾等看好了，火攻先带甲鱼啊，可惜呀、啊。哈哈，黑桃啊，没有啊，黑桃啊，没有啊。爱兵如子，胜乃可全。现在我们他们肯定不是特别敢打啊，打的话谈呗，谈呗。甲鱼肯定不谈啊，南蛮入侵直接出个杀。何惧小节？甲鱼还有一酒啊。接招吧，接招吧，拆兵娘，好拼啊！决斗，桃子就起，再杀一招。挣扎吧，挣扎吧。血和暗的深渊里，还有桃啊，还有桃。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功。火攻来一发，这个李典刚才不知道为什么要猜黑桃啊，所以没有啊，他我们有红颜，他不可能猜黑桃的，这个打的有问题啊，打的有问题。杀我们的有九啊，有九，那就不动，你的牌太多了啊，那么李典应该要被带走了啊，一带走好人啊，那直接投降了。他如果不投降，我们直接桃园开一个补娘血，那边一血，这样应该来说非常好的。贾云是有酒吗？啊，有个闪啊，刚才酒气了，有点闪。最后一局啊，最后一局也是个无果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随便看一看啊。这一局是扎拳加萌萌哒啊。一号位弃牌，二号位的话以一代劳刷一波，继续弃，自己这里看一下副将。三号位乐不思蜀乐我们啊，四号位的话杀一刀七位啊，杀一刀七位。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努力活下去，努力活下去吧。这时候大招就开出来了，只有靠自己才是强者，英雄也会功掌难鸣。吃菜吃得漂亮，请鞭吃我吧，那边攻击，请鞭吃我吧！那个老汉推车呀，老汉推车啊！那么万箭一开，这是要坑队友的节奏吗？那么然后九杀甲鱼啊，这就出来混，早晚要还定。竟然漏算了你！竟然漏算了你！下次注意点儿。当然，香香这里啊，其实他卖鞋啊，这个就是。打得比较稳啊，没有浪漫啊，没有浪漫，岂能空手而归？府里先王以成天之道，撤！之情，撤是什么鬼？仿佛心若清平之碧玉，收呗，收呗。那么这个坑我们呀，坑我们呀！乃天命之子。火攻我们，但是火攻再来一发呗。满血回复还好啊，没有过分的爆发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这个局面啊，香香在那边顺手顺不到啊，来个过拆吧，并没有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谁的？都是我的。谦者得之柄也。让者立之主也，再礼让啊，再次礼让，又给了司马。司马表示这个天使做得太好啊，然后贝贝在那边啊，还火上加油啊，火上浇油。吾乃天命之子，吾乃天命之子。南门一开啊，那么然后呢，杀一下 GG， 这里肯定是非位啊，至于是不是吴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哎呦，僵尸啊，僵尸。九杀，赶紧把董胖搞死啊！看我的厉害！
看我的厉害，身体要紧。好，一骚啊，一骚、啊。早晚要还的。看我的厉害，看我的厉害，我的厉害，看我的厉害，还不死？怎么可能？鞭笞我吧，再救，在所不辞。怎么样？鞭笞我吧。这下没了啊，一波气了啊，一波气了。以德服人，他这里气倒是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毕竟的话，这里最后的话，未收人头三张牌，天命之子。现在有个闪电啊，要坑周泰。哦哟，锁锁连环啊，这里蛋疼了，远交进攻二 v 二啊，二 v 二杀一刀。那这肯定要闪的，肯定要闪的，有闪电在啊，闪电在。没要司马改犯就直接那个了。撤，周泰。可怜一身胆略，可怜一身胆略。一跑黄土的青山。那我们一闪一无懈。二哥好人呐，二哥好人呐。没得说了，没得跳，没得跳。天命之子。吾乃天命之子，且慢，且慢啊！过个寨桥。哎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时候未到，为贤为德，能服于人。仿佛心若轻云。吾乃天命之子，天命。其实现在啊，二爷也有机会啊，也有机会。让魏跟吴撕逼到某种情况下啊，他自然有机会。那我们容我三思，有好牌啊，就出。出击啊，没好牌就客气啊，就客气。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飘摇没柴烧，乃天命之子，天命。杀一刀，闪掉啊，闪掉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以德哦哟哦哟，好人呢。天命之子，天命。其实搞死贝贝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且慢啊，晚间九火烧，哎，这好人呢？你要做好人没办法啊，司马，你只有防御没有逃，那就是个死啊，这个死，最后一个火攻直接带走，就是刚才利用那个锁锁连环，啊，这局刚才香香跟老汉推车那边没看清啊，他怎么打的？哎，最近口腔溃疡了啊。讲话不太清楚，好吧，那么今天这六场国战就到这里吧，最后谢谢大家。